既做家具呢，大多数是利用当地的软木，本色家具呢是要经过煮、泡、烤、磨、漆、工等工艺。大漆家具呢是要经过披麻、披灰、上漆、描金、画彩等复杂的工艺流程，尤其是竹木堂三木家具，五彩与描金、镂空雕刻与镶嵌等技术绝活，成为一门独特的家具制作技艺，并通过家庭传承，以师徒单传的这种方式流传下来。之所以呢选择回乡创业，是因为这里才是进做家具的根，也只有在这方水土上，才能把晋派家具文化做得更纯粹。2010年，晋做家具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。时工为笔，岁月刻痕，独特的艺术气息换不回流年，剩下的唯有在继续前行的征途中去品味这份独特的师资美感。